再喂它，好不好吃？嗯，那先给它盖起来，冷掉了。你是不是最喜欢吃鸡饭？嗯，这筷子拿出来。好乖呀、啊、你。乖呀、啊，它是好乖。你看这么美的饭盘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饭盘？哪里是饭？什么放什么？到底是？这里是鸡。哦，还有那个长长的是放什么的？条根。条根，还有我的筷子。那你是不是要用你的筷子吃吃看？好。